今天呢是慈济基金会第三次的冬令无私探访活动。对于我们来说是雪中送炭啊，也希望我们村的贫困户啊，不仅仅是感受到这一点物资，而是它是传递了一个精神，让我们自己能激发我们的内心动力。来自台湾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还有苏州，将近40位团员从四面八方汇聚，送来新年祝福。再次来到贵州省，给你虔诚祝福的心，奉上代表全球慈济人的关怀与祝福。我们的创办证严法师向你们说恭喜恭喜，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健康，请捐赠。这次有许多年轻面孔，早上领助学金，下午就来帮忙。今天能不能干你们？对。这是第一次当志工嘛，就是感觉为人付出挺高兴的，心情感觉非常的好。他怎么想要下午也来帮忙？横着吗？因为我收了别人钱。啊，你拿线，我帮你扶着。因为我收了别人的爱心，应该也帮你了。青年志工弯腰九十度，用最恭敬的心送上物资。九十度嘛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弯得越低越尊重，因为乡亲们都很不容易，他们很早就来这里等了，所以因为我们弯得越低，所以越是对他们尊重，他们就越高兴。哇，好好好，新年快乐！大家啊，谢谢啊！祝您新年快乐！我们发放动线的安排就是，为什么生活包是在第一站？这样子，这些学问都是，哎，真的是发现。实际做事情真的是很有温度，这样子，更多就是我觉得被人需要是一件觉得很幸福、很开心的事情。你们感情不好了，太照顾我多了，你照顾我多了。因为寒冬送暖，贵州乡亲亲上加亲，青年志工还认了奶奶。他们两个当你孙女好不好？哦，好嘛。那你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人间最美是温情，爱拉近了乡亲的距离。